到心妇儿科的分诊所，我们心妇儿科在这个史丹顿岛的分诊所已经正式开幕了。这里是我们的前台，前台小姐 Karen 打个招呼 ，Hello 好。好，然后我们的那个开诊的时间呢，同样是早上的9:30到下午的5:00，欢迎你啊，打电话这个预约时间。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，我们呢在这个分诊所呢就设了很多这个小房间，你看看这里的小房间。那这个呢就可以在你等待的时候呢可以跟其他人隔离，这样会感觉比较安全一点。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呢还是一样，从看那个新生的宝宝一直到21岁青少年。所有的打针啊、打预防针啊、填写表格啊、全身体检查，跟所有关于宝宝的疾病，我们都会为你服务。我们的这里的地址呢是2691 Highland Boulevard， 就在那个巴士站的前面，所以非常的方便。我们的那个这里的电话是718-980-6688，再是718-980-6688，欢迎您。